电梯游戏现在开始。我扔，是三。啊，怎么这么多僵尸，好可怕呀。美人鱼，不要害怕，只要你对出僵尸给出的暗号就没事了。是吗？我好倒霉呀。对暗号开始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。 Come on the way ABC。 幸好我都知道，我保证最后一个你肯定不知道。天王盖地虎，凯莉最爱笑。美人鱼，你答错了。啊，怎么可能，我们童话王国的人都是这么对的，可我们是僵尸王国，对的都是小鸡炖蘑菇。你这个答案不对，就是对的，不信你问小朋友们呀。大家说美人鱼队的暗号对不对？对的话就在评论区发送333，不对的话就发送444。只要出现一次444，我就可以把美人鱼留在我们僵尸家族了。笨蛋僵尸，你留不住我的。大家发的可都是333，算你厉害。美人鱼成功对上所有暗号了，僵尸家族被定3分钟。该我了，我扔，是二楼。二楼到了，凯莉来到服装店，买了一条最漂亮的公主裙，花费1000个金币。啊，好贵的裙子呀，不过幸好我还有1000金币。接下来是白雪，终于到我了，我可要扔到一个好地方啊。我扔，是六。白雪来到电影院，电影院2000金币。白雪，你要购买吗？当然，这样不管谁来到我的电影院就都要给我付钱。到我了，我扔的是4楼。电梯，快带我上4楼吧。不知道4楼是什么地方呢？4楼已到达。4楼是餐厅，小野消费500金币，吃了一顿汉堡套餐。游戏继续。真是的，这么慢，才轮到我安娜。我扔，是5楼。5楼到了。安娜，这里是安全屋，你需要在安全屋等下一轮游戏。什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重新选择楼层。不可以，终于又到我了，我可不想一直跟僵尸待在一起。我扔，是3。我现在已经在3楼了，3+3=6。电梯，快送我到6楼。6楼到了。啊哦，是白雪的电影院。美人鱼经过白雪的电影院，花费3000个金币。美人鱼破产出局，搞什么？好不容易摆脱了僵尸，这么快就破产了，好倒霉呀！该我了，我扔，是1楼。凯莉扔到1楼，游戏结束。白雪金币最多，成为最终赢家，哈哈，我赢了。不行，游戏还没结束，我们还都没破产呢。小女巫，快点继续游戏。可是游戏规则是有人回到了1楼，游戏就结束了，就是结束了。小女巫，快给我游戏胜利的奖品吧。不行，继续游戏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现在应该继续游戏还是结束游戏呢？如果觉得应该继续游戏的就在评论区发送666，觉得应该结束游戏的就发送888，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